好啦，今日又有咖啡节啦。Hello Hello， 咁多位，今日就过咗嚟海心沙参加呢个广州驾驶咖啡节嘅。讲起呢个咖啡节咧，佢除咗个名够晒驾驶咧，佢其实真系好巴闭嘅。因为为咗配合嗰个广交会嘅举行啦，咁啊喺九月中到十月初嘅展览咧，其实都系停晒嘅。而呢个咖啡节咧，就算系广交会之后第一个举办嘅群众性活动，睇到有一大堆人急不及待咁过嚟凑热闹啦。啱先喺下低啊，净系排队啦，排咗十几分钟。先上到過嚟呢度。對，就是剛剛啦。見唔見到嗰部單車啊？上次喺佛山嗰度見過噶。繼深圳同佛山之後，廣州咧就終於舉行呢個咖啡節啦，而且仲係好架勢咁將個場設喺海心沙呢度，可以話係為今年廣東嘅咖啡節落下咗完美嘅帷幕。深圳同佛山嘅咖啡节咧，我就净系去咗佛山嗰个啦。咁啊，深圳嘅我就冇去嘅。但系根据都有份去参展嘅相熟嘅铺头咁啊，讲翻出嚟啦。三个地方嘅咖啡节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深圳嘅咖啡节咧就系一个咖啡爱好者嘅聚会啦，而佛山嗰个咖啡节咧咁就系一个岭南文化同咖啡文化嘅融合探索。广州呢个咖啡节系一个年轻人嘅狂欢，咁啊睇下几多人。其实通过呢几个咖啡节咧，我哋都可以睇到现阶段珠三角呢几个重要嘅城市嘅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嘅态度啦。咁其实如果喺世界上嚟讲咧，咖啡的确唔算系新鲜事物，但系其实佢喺中国大陆彻底咁样兴起咧，其实都系呢几年嘅时间嚟嘅啫。我啱啱排咗好耐队啊，终于买咗杯咁嘅嘢，特调嚟嘅，唔知道有冇饮咧？试一试先。一般般啦。我哋咧系南翠加金酒嘅特色调饮嘅，咁我哋咧就有三种口感，第一种咧就系你嘅风味，咁佢嘅口感咧就会比较豪爽同埋鲜甜。咁水蜜桃嘅话咧就会有甜少少咯，咁呢个柠檬嘅话咧就系会有柠檬嘅酸同埋涩，咁中意柠檬嘅话咧就会好中意。冇错啦，呢个系隐藏菜单嘅我哋嘅柠檬可乐 ，Secret Menu。系啊，不过呢基本上嘅话知道都系啲熟客先可以咯。咁我都知啦，就呢只啦。吓？我就要呢只啦。比较贵噶喎，柠檬可乐28蚊喎。我是但啦。唉，大檸樂，原來呢杯真係一杯檸樂嚟噶。視力障礙咖啡師，一般他們的職業之路，可樂好飲噶。咁你覺得咁樣咩先算好飲啊？不知道大家，我讲粤语啦。我觉得始终都系要饮翻杯咖啡先可以讲嚟咗呢个咖啡节嗰度，所以我决定去买一杯手冲。我们平时就拍一包装后，拍，我觉得系十包。好啦，
終於買了一杯了，買那麼久隊。在這裡待了整個下午呢，就發現今次這個咖啡節呢，個人買手沖的人是多的。同埋呢，雖然他今次這個展呢就搬了過來海心沙這裡呢，比佛山那個旅行新天地那次是接納了很多，規模大了很多啦，但今次呢就比上次少了一份那個飲咖啡的氣氛在這裡。